昆林康湖有一间百年的糕饼店，店内有真侪无同款的中西式的鸡卵糕，甲传统糕饼，佮有真侪庙宇也拢来指定这间糕饼店做神明的贡品。原本伫咧昆顶食头路的后生，嘛特别转来传承做糕饼的好手艺，希望讲会当将这好食的糕饼，甲简单的理念继续经营落去。规桌顶的鸡卵糕、薯条、糕饼，拢是来自传承第三代糕饼店头家的手。康湖这间糕饼店自民国十五年开幕，经营到今已经有九十几冬的时间。不但是在地通人知的老店，嘛是真侪市民贡品指定的糕饼店。阮这间店吼，目前到今一百年的老店啊，阮第四代嘛要出世啊，但阮爸爸到今已经百外岁啊，所有咱的农庄。阮以后连农庄要爱拜拜物件，拢爱来阮遮买。阮的品质做好诶，拢无咧乌白蓝，无咧蓝红乌遮。传承第二代以后，后生因为唔甘父母辛苦经营，辞掉军官的工作，转来斗三工，不但减轻厝内面的负担，嘛传承了老师傅的好手艺，让在地人会用继续食到怀念的口味。我以前是当军官的，然后当到中尉排长。我是看我爸手术，然后我妈也很辛苦。想说心里就下定一个决心，然后就回来接家里这个事业，这样，这个不是后悔不后悔的问题，这个是把我的能力范围所能做的，然后做下去这样，奉献给这个家庭。除了头家接手经营以外，无论是新妇大家，嘛拢伫背后点点支持，就是希望糕饼店的好口味甲精神，会用透过全家大小的共心合作，继续传承落去。感觉伊吼做个工课。真无闲，啊，意义嘛真好，所以需要我甲伊帮忙，我就一直吼辅助伊做咱这个拜拜的物件。那我虽然我还在正在学习、正在摸索当中，但是我觉得他们的努力付出是可以值得被肯定的。随着时代改变，糕饼店嘛出现真侪中西结合的新产品，因拢希望这间经营将近百年的老店，会用透过因的用心制作，让更加侪人食到温暖佮特别的好滋味。记者曾怡婷采访报道。